本视频将介绍如何使用 Pixel 手机设定安全检查。如果您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而又担心自己的安全，便可以安排安全检查。例如，行走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，或者去参加一个所有人您都不认识的派对时，设置好安全检查后，手机就会在设定的时间检查您的安全状况。如果您未确认自己安全，手机便会通知紧急情况联系人，告知他们您出了点状况。在使用安全检查功能之前，请确保已允许 Google 地图和个人安全应用使用您的位置信息。如需更改位置信息权限，请打开设置应用，并点按位置信息，然后点按使用位置信息。如需开启安全检查功能，请从主屏幕向上滑动，以查找所有应用，点按安全，接下来点按安全检查，选择原因，然后选择时长。您可以选择15分钟到8小时之间的未来时间，然后点按下一步，选择在错过安全检查时要通知的联系人，然后点按开始。现在您已经了解如何使用 Pixel 手机设定安全检查。如需详细了解 Pixel 手机，请观看我们的其他视频或访问帮助中心。